2022火影忍者手游赛事正式开启，全新无差别无对赛双赛道全面升级，角逐年度总决赛舞台。全年赛事排期，精彩纷呈，福利不断。无差别赛道延续专业格斗模式，打造格斗电竞公平决斗场。新增全新忍者池，更多忍者即将登场。漩涡鸣人无差别限定，决赛期间限时返场。大格斗家可通过参与赛事获取积分，积分排名前16名选手将晋级年度总决赛小组赛。2022全新武斗赛赛道狂热开战，强力忍者，通灵秘卷，助你大展身手。全年武斗赛设立城市武斗赛及平台武斗赛，设立更多晋级名额，赛制福利再升级。城市武斗赛为城而战，寻找城市路人王。大区决赛、全国总决赛、年度总决赛，武斗赛大奖等你来赢。年总小组赛也将迎来全新升级，第一日采用组内积分赛排名，第二日采用组内冒泡赛角逐总决赛名额，晋级悬念直至最后一刻。全年赛事奖金丰厚，总额高达242万，年度总决赛总额高达175万奖金，等你来挑战。同时赛事观赛体验也全面升级，更炫酷的比赛画面，更有趣的赛事幕后，更专业的赛事复盘，还有喜闻乐见的忍者爆料、观赛福利。全新赛事限定忍者将为大格斗家们呈现精彩的格斗盛宴。2022火影忍者手游赛事，大格斗家决斗场见。